回到。你还铺着哦，还快上瘾了。差不多，差不多，快拿下来，快拿下来。现在几点？回家，回家可以继续了。差不多可以准备拿下来。回家可以继续戴。拿下来好了，只要塞进去吧。可以塞进去，也可以放着。变身。好湿的感觉哦。恶心。香香的，旅馆的味道。就跟你说 ，hotel 味道不行。hotel 都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吧？就花吧。对啊，就那种他们的那个、啊、粗糙或是香。芳香剂啊。好差哦。你的脸看起来好光滑哦。亮亮。是哦，是的。哇，真是谢谢你哦。你客气哦。哦，最棒！我玩那个 last fight， 就是一个两个人组队对打。是。好。好。上一趴如果演员获得胜利，可以跟我一队。好，你觉得他可不可以跟你一队没？我觉得有点。你们不如大家剪刀手布比较快。都可以啊，我都可以。对啊。不怕，不要选我哦，会连累哦，会连累人哦。在这边的各位都不怎么样。普通。你这普通。没关系，随便打，随便打。那现在呢？现在四个人一起打，这怎么油油的、啊？你手油油的。嗯，不是啊，油油的吗？赶紧衣服，赶紧衣服擦一擦。我才不要！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画面。VS， 我是哪一个？我是哪个啊？我是 P 二，我是 P 四。那所以你是在？我 P 三。那你是跟两个女的一对，两个男的一对？哦，我是 P。所以我就跟你一对啊，你是 P， 每个都是 P， 每个都是 P。我叫欧文 P one， 感谢。哇，这个好猛哦，我这个好。我是 P one 哎，哇，这感觉好那个战斗。难得，所以你们两个一样怎么打？等下啦，我还没选。谁是 P one？ 我是 P 二，你是 P 六。那这样是我们一对啊？那你刚刚换那个呀？你跟我换呀？没办法，我都可以啊。真假的？你不想跟卤蛋一对吗？随便。好，所以现在是我 P 二。我是 P 二，两男还是两女？两一女一女一男，两男两女或是兩？所以我跟尤利一对吗？对啊，是吧？等一下，你想换队员吗？那我跟你换友哥。我要再换回来，为什么还要换回来？因为这个游泳。好啦，随便选啊。哎，我是哪个 P 二？我要选这个黄色肥仔。哎，我是 P 1按对 A， 按 A， 不要再按 P 二，喊呢。对。哦，我还是 P 二。哎，按加 A 参加。我是 P 二，他的美术风格还蛮好。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啦 ，A。好。我是 P， 哎。好。没有选地图啊。这个屁用。那就随便选啊，那我要这个 Safe 的 Beach。Beach。好凶啊！好远。啊？怎么玩？哇，好可爱哦！然后 B 是可以抓人。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那个有什么？我是右下角那个蓝的。在哪里？走。哎，哪一个是谁啊？哎，大哥，看这就是你了。好，撤撤撤撤。好，哦，那个不奇怪。哎，我打到你，抱歉。是吗？是吗？这游戏还在互相伤害。对不起，我是打的。不行吧？可以啦。更。哎呦！哎，我一直被打哎。我来，我会摔下去。我怎么一直打到你的？快走开！我受好多伤。走开！我挂了，我吃了好多伤。那。这是你哦、喔！我挂了。真的假的？那现在二打一了。不要不要！我以为我不管。还没事，这是什么？我不要这边，我不要这边。血量是下面那个。哎，我又被吃。哎，这个花也太强。真的假的？靠你啊！哦。那挺会的嘛，可以了，我们输了，好，下让我吐，我是一样的人吗？哎，我怎么拿一个很重的东西在什么啊？做啊，看啊，哇，做的真好哎，哇，你丢，
就是说，好好好，谢谢。各种都等打灯架。哦呦！好的。有一死哦，我已经射了。还有一个。打不过。我怎么觉得我死了？我想要去那里，我要想去那儿。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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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我也会丢，会躲，好嘛好嘛。哎呀，这个都可以捡。丢东西丢到死。打他打他。不想，超不想去那儿的。他怎么丢啊？哎呦哎，他怎么踩那边不会有事啊？哈，因为他自己放。哦，他自己放的，难怪。这会干嘛？我选择这个干嘛嘞？有没有？哎呦！没事嘞，没有东西。是跳，各种跳。干嘛嘞？哦，是我的打一，好猛啊！哎，怎么又中那个东西出来了？不要中！哇 ！KO！ 哇！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可以干嘛的。哎，我意思太快了。我看懂，我看怎么玩了。我看懂，我 OK OK 啊。好好好。我觉得我体质比较差啊，为什么我死很快？那换脚。哇，手好酸啊！叶子就是要用叶子。那我就是要选择壮汉，鹦鹉哎，立架走，老鹰吧，这是老鹰吗？是老鹰，是鹦鹉吗？鹦鹉不是老鹰哦，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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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当然的嘛，当然不一样了。来，你选，你选，你选。好。哦。选个多长啊？开玩笑。会哦，好吵。哇，好吵哦，好吵。真的是好吵的。我看到我刚刚那一只可以变成一颗球。哦，然后我们鹦鹉可以干嘛？我也不知道。哎，好大一只，而且它动超慢哎，好烂哦。哇，你问Michael 这个针哎。这什么啊？哎，这好烂，我不要，不要选这种怪怪的。这有点太难了，这太难了，太难了。懂花花咯，哎呦，对了，这是有点难。电能，电能，哎呀，那是必杀技啊！哦痛！我吗？我立喷了啊！我要死啊！那怎么这么难啊？你们上面那个要在那把什么？哎，好像声音给点嘞，叶子要来了哦，不，我死呀！他死太快，我们是相差没有，对啊，队员都比较好，后悔了吧？要交完队员了吗？后悔。哎 ，good， 哎，可以跳，下去啊！谁是我的？这雷是什么？好，超慢的，超烂的。我已经被咬。这太难避了。我们好像有点输哎，怎么办？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躲着好了，我都没什么攻击。我要负责放闪电了。我的草草在上面哦，劝你就不要站在我位置。电死你，电死你！电电电电！棒啊！超难用的。是不是有差哦？我是雷神王哎，绝对无敌雷神王哎。
哎呦，哇，我被花了。哇，剩我一个哦、喔！哎、欸，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哎、欸，只会跳哎、欸。真的，一跳跳跳跳忍者。再见再见。哇，你们都会选到一些好炫的角色，我都不知道我是干嘛。哦，这是什么？爆了爆了！电击爆人！耶、好炫哦、喔！刚才你有一些炫爆技能。还你要他长得好，他长得好猥亵、啊，跟你一样、啊。怎么会？还有哦、喔。还有啊，吐槽之战，我只会跳啊！轰轰轰轰轰！我是被电，电电电！好，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嘞？电仔！干什么嘞？嘿嘿嘿！这个是蛮需要操作性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游戏蛮难玩的。后面两个一边防一边。哇！面子直接被我揍死了。被他揍死了。要被火喷了，要被火喷了。你看我一个人要解决两个。可以了，可以了，加油！看你有多屌！加油，加油！哎呦，闪电战法。哎，我在哪？你在跳，你在疯狂跳跳。哎、欸，你看他走路超慢。哎呦哎呦哎呦，好像有机会哦。有机会上去啊！揍死你！要喷了要喷了，再一下。哦、啊、他一直疯狂的跳跳，就把铁人压死了。跳嘞！不能不能电啊！然后这个跳跳忍者好像也是没什么屁用。没有，真的没有，真的不好用。几点了？打爽的。还没，还有十分钟，再来。好，好，换一个，我不要玩这个，我还是玩刚那个好了。为什么？那我要选牛。哎呀，你要按照 B 眼。哎呀 ，OP 脚。好，就这个。那你用 OP 脚？为什么？换了全网。我连我会干嘛我都不知道，老实讲。不要老鹰，硬对老鹰。你可以选我刚刚那个坐山犬。我要当鱼人。鱼人刚刚选过吗？这是鱼人吗？好像是，好，哦，对，好，按好快，哦哦，哇，太快了吧，哦，主场，草莓，快点，这哪是主场？我大概就是这个动作打出公式，好不错，你是往前倾吗？你在家玩电动会这样吗？会，没救你。都会被牵手，差在哪里？嘿，水波，跳，哇，跳，再跑，跳跳忍者战法，蛮会的嘛。好，我被抓到了，不要走开。他伸手还是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哦，你围殴大男症哎，那真的是大男症哎。现在 Meta 就是走这个大男症。哎，我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不要反打。我不会太气功夫。不会太气功夫。太会了吧。那你死了！我会拍屁股，拍眼，拍眼，哎呦，哎呀！再见了！哎，这什么好笑？
抓抓够没？差一点点，嫩前后。看来这是有角色相信的女儿。哇，我们终于赢了耶！哇，看到主角色问题啊，太会了吧！我找到边角啦，太会了吧？还要玩吗？不玩不玩了吗？腻了吗？现在要聊聊吗？当然是腻啦。剩五分钟，好了，稍微再好了，没有干嘛？啊，好恶心啊！来聊一下，有什么想问的吗？有色素哎，有色素，太恶心了吧？是吗？是你的毒素？但不是啊，你看有黑黑的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你身体排出的毒素。黑黑的一点点，太有道理，有感觉有一种粉刺感。身体现在在散发毒素，我是猛毒，对，你要把毒素擦掉。蜘蛛人，好啦，今天感谢圆圆来到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心情？我以为你要心情，虽然也没来。你现在可以讲，就是差别，就是你跟上其他节目的差别。好像哦，我觉得卤蛋蛋蛋还是会有很多游戏啊，玩，因为我其实其他节目没怎么玩到游戏，除了就是木曜有那个 Ledorfliku 赞助，其他 Ledorfliku 就有一个红麦机的东西。哦，对，可是对啊，你喜欢玩游戏吗？还蛮想要，蛮喜欢玩的，我还蛮想要玩恐怖游戏。那表示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在玩。哎、欸，你现在读大学对不对？大四毕业，刚毕业，今年刚毕业哦，失业了吗？不是在翻译吗？在当翻译？你这是在当翻译吗？翻译跟家教跟还有公司，公司是做什么？就是一些想来那个接案的，对啊，经纪公司。原来你有经纪公司，真好哎。我们这种肥仔没要屌我们，有啊，有啊。你现在讲人很多，就联络你就塞爆了。不用，真的是不用，抱歉。明明就你自己不想要，明明就很多人来联系。因为我觉得麻烦，不是很想要搞这一套。对、啊，我啦，其他人我不知道。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聊的？你有没有想问的、啊？想问的哦，没有哎、欸。不然有人觉得你不是日本人过吗？有人觉得我不是日本人过吗？嗯，就是。觉得你不像日本人，还好哎、欸，因为我不太像是那种，我不太像假日本人，他们会一直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假日本人强调。你在念书的时候遇到很多感觉有点老日本吧？就是因为通常或者混血，有些人就是一直强调自己是混血，然后其实我觉得一般混血人不会讲哦，我是混血的。所以你是混血。他讲话没有，我以为，因为他说他家人过来，我以为哦，他我、那個、我妈是台湾的，他有说他爸是日本人，我以为你父母都是日本人，没有，我妈妈是台湾人，嗯，你们就讲过了，我没有在听嘛，他讲说他来自高雄的时候，哎、欸，我从来哇，你完全没有把人家当一回事，没错，谢大家，真是从来不把人家当一回事，真可恶，抱歉，那你之后不會、嗯、之后有什么计划吗？计划就是想要做一些什么长期计划之类的，买房，长期计划，买房，养宠物、哦，买一台车。应该说你之后会想要住在台湾，还住在日本？你觉得台湾跟日本哪边比较？我觉得我会想要生活的话在台湾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生活机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哦、还有物价、啊、那些的、啊。但是我觉得日本就是这几年去日本玩没有，就是怎么样？这几年回去日本没有那么的。开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台湾好多东西都已经可以买到了，很方便啊，而且都 对啊，很多东西进口。可是你不觉得台湾就是好小啊，小啊，人多啊，就是玩的地方不知道去哪里。可是我觉得、啊，那就如果只是要玩的话，可能去日本，现在廉价航空那么便宜，偶尔去到处玩也是蛮方便。哎、等一下你爸妈住在高雄，那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台北？嗯，就一个人，从大学就在，就是因为来读大学的关系，所以就住在台北，就租房子这样。独立人真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读大学讲的好像很委屈，对啊，怎样？不会、啊，不管你为何有机会的话，回去，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回日本工作？就是如果今天台湾跟日本给你选，你来工作的话，你想选一个的话呢？生活吗？工作，就是要工作，然后工作而已吗？嗯，住吗？对，就长期啊，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会想要在台湾诶、欸。哇，嗯，就是很多台湾人会说、哦，你觉得日本跟台湾哪里好啊？或是说什么哦，我很想要去日本生活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可能他们住久了，想法会改变。对啊，我觉得在日本生活很辛苦哎、哦。对，很辛苦，因为我觉得压力很，就是有压力，而且哦，日本很多文化的东西，社会的压力比较大，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相处，怎么讲，就是距离感差很多哦。所以在日你在台湾会觉得大家比较热情吗？会真的会差蛮多，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会有一点，可能就是会觉得哎、欸，没有办法那么的快速进入，
我会努力，就是说，哎、欸，就打好关系。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 是没有啦，这样子好像我们大家其实就是都之间都有代沟啊。对对对，我们之间一直都有代沟，而且还有点疙瘩。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好啦。对, 對, 對, 對，我跟 LD 之间有代沟啊，而且没有疙瘩、啊。那我就觉得他很烂，我一直觉得卤蛋很不好笑啊，是是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没有看起来好像很好玩啊，实际上我们大家之间这个明争暗斗还蛮严重的。可是那也蛮可怕的，是不是？是不是？跟日本比起来，真的是没有好多少。哦，对啊，可是日本可能更可怕，因为不会讲开啊。哦，但现在还可以讲开。哎、欸，真的哎、欸。哦哦，好像是哎、欸。像在日本，我们两个之间就不会有代沟嘞、欸。看起来，看起来，看起来，不错嘛！哎，在台湾，台湾其实还不错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生活，我觉得主要生活真的很方便。是啊，在日本，你如果凌晨想要吃东西，你只能去便利商店买啊。是啊，台湾还有那种什么24小时早餐店、欸，有对永和啊，永和豆浆，对啊，还有什么锅店啊，24小时超多的。对啊，真的比较方便。所以我每次去完日本，就会觉得回来台湾就。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会吗？你在日本也那么晚睡？我在日本都很早睡，因为不能干嘛。对啊，我在日本说，哦，对啊，十点就好。其实这样也不错，好累哦，要干嘛？然后电视打开那几台，蛮健康的。真的，我去日本就做点那个，就白天在外面到处走啊，晚上10点11点，哇，怎么会这么想睡？你不是上次去日本好像有去什么风俗场是吧？我也想去去看，想去吗？有机会的话，一起，我跟友弟去就好。对对对，算了吧，算了吧。总不能在那边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啊？好像不太方便。我好像有看实况，还是什么时候讲的嘛？看他实况吗？还是看我们节目嘛？我应该是看實都有，我印象都是看實。应该是我们之间曾经聊过吧？有啊，真好像有吧？有好像有。下次一起，下次一起。等我日文再好一点，日文再好一点，再学一点。需要日文很好吗？那个需要日文很好。至少我觉得至少需要跟人沟通吧，一些些啦。进去的时候是不是有分就是本地人才能的，跟还有就是有排斥国外有外有有有些店他就是只他说他就说不行那个，他有一些不会啊，我觉得有好奇心多少好事，就是多少事，因为自己不会，就是自己不会去那种地方，对啊，没有哇，跟你这边没有，就去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就是他会。到时候叫说，哎、欸，你闪，就叫你进去啊。然后，但是有一些店啊，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是黑店，我就跟他说，那么我到需要台湾人的士，然后他说，啊，台湾人不理的士，然后就把我赶走了。台湾人不理的士，不理不理的士，好可怜的感觉之类的，他就不收那个。好可怜。我第一次听到你讲这个，被侮辱哎，感觉有一种。不是啊，他不是不理的，他说反正就是类似台湾的不行。为什么？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说就是日文不行，就是因为跟他沟通。像我们大部分都会是听得懂，不会回。对。就是我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可是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回答才是对的。对啊，下班喽，下班喽，下班了，下班。突然聊到这个都，一时之间突然。我们谢谢圆圆啊，谢谢 Rock K 的圆圆，今天来还帮你赞助播出，赞助，哇，这边赞助上了，没有，跟你没关系，好，谢谢今天圆圆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希望下次有机会在麦咖啡再看到你，好，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现在才知道》，再见，拜拜。